哎，看到动物了，哪里 ？It's pretty big。哪里？不要那么靠近。啊 ，Good morning。成功了吗 ？No，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 hook 在那个木头上面，但是我们有点远。还有木头。对啊。不是啦。Yeah， you see 他们 hook 在那里。Good morning, Fuller family. 我们现在刚起床，然后我们这个帮我们挡太阳挡雨的东西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现在门有点打不开。今天又是有下雨日，我们的 camper van 是在这边，我还在想说怎么样把它用高一点。然后我们旁边也有其他 campers， 那边就是大海，我们旁边也有住 tent。大概长这个样子，那里有一些 shower and bathroom， 还有一个 kitchen。Ready to eat, dear？ 吃什么？我们去找餐厅啊，还是阿姨你有东西？可是我们自己煮也可以啊。有啊。好吧。你准备了什么？豆腐、菇、青菜。Cheese。过来时间太长了，然后我们有鱼吗？虾。可能是虾的味道。用。OK。你菜要叶子而已，要怎样？你切掉这个这个地方。其他的要。然后再切半。OK。饿死了。Thank you, darling。这是 Jamie 煮的意大利 camping kampong style pasta。Red velvet, shrimp, mushroom。我咬过的鸡肉。青菜，然后外面我们看着河，另外一边又看着海边。看风采哦。有点太有点太咸。嗯，其实很咸。真的很咸吗？嗯，很好吃。Lazy afternoon. Yeah, walking on the beach. 太阳终于出来了。知道来到海边就是要感受水嘛，You know？ 来到海边当然怎么可以那么的干呢？不要！你 ready？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海边，来 enjoy 一下水。然后我们来做一点 memory 哦，对 ，swimming at the beach。Swimming at the beach. 我没有得意了，我没有得意了，我没有得意了。进水，进水。天，不要！开心哦。开心啊。是。跳进水，很开心。现在在搬这个船，我们要去 kayak 了。叮叮。Hi, Where's blowing away? I'm going at the back, right? Back is easier, or which one should be the? The one that's going to paddle is sit at the back. Okay, so you go first. All right.Yeah, don't worry, I've
At least I've kayaked before. You make your girlfriend do this, huh? Wow! Yeah! Congrats. My shoe. 我很怕我滑走咧。 Oh, hang on to it. It's okay, the water's clean. You have a life vest too. Hey! 你就 paddle 就好了，我就坐。你就好咯 ，win 了。 这是你要的 activity 呢？过瘾吗？ 啊， 我手机。 哇， 很 peaceful 啊。 下雨呢？对呀，这样才有原始的感觉。而且是整个河只有我们两个人。哇！我觉得这个才是浪漫，哪里可以找到整条河都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啊？恐怖 ！Amazon River 的感觉啊。对。Eagle。 It's not eagle. Owl. Nice. Good job, baby. Oh, yeah. Don't go so close. Huge, huh? 超大隻的一個東西. <笑>也远远看着很恐怖呢，柱子而已啊，吓成这样。但是这个浮着，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很神秘的地方，有点像那种电影里面冒险的那种，随时会有鳄鱼来。宝贝，你不要说话，感觉它，因为它现在和。 是黑色的，所以它看起来就是 Black Mirror. Black Mirror 看起来是没有河流，但其实它我们现在是浮在上面，还有那个反光 ，and 上面长这样高高的树 ，nice 啊，找到了一个秘密基地，秘密基道。 你要右一点，右一点，哎。OK，OK，OK。左一点。我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动物，他说这里面可能会有花的。好刺激啊！哎，看到动物了。哪里 ？It's pretty big. 哪里？我倒退一点。哪里？好像一只小熊哎。 跑掉！我刚才在旁边好像看到一只小熊，它蛮厚的，然后它是 ，yeah， 黑色的，两只前面的脚是在地上，有点像，有点像熊会有的那个size， 但是我一倒退的时候，它就已经跑走了。这里面真的很特别，没有其他人。 然后你可以听得到，到处都有不一样的动物。现在大概是5点半，所以我们要趁还没有完全天黑赶回去。现在来到夜晚时间，我们当然就要来一点 barbecue， 在这边好不容易的起火，我们再烤一些鸡肉。 马铃薯，那些蔬菜，下面有炭。然后因为这个煮得太慢了，我们先吃一点泡面。好可怜，七个花。It's good.
今天 kayaking 一整天，用了好多力量，赶快补充一些热量。而且它是东本的，宝贝，这还不错。可是 for some reason 这个 calorie 一千多哎，1700，好像是一天的 calorie。哇，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OK， 来看看刚才烤的这个蔬菜。热腾腾刚烤完的，凉风，就跟沙巴一起 BBQ 的感觉不一样。哎呦，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沙巴上面 BBQ 的，大约这个时候，哦，然后你看那个画面，好好笑的，怎么样？Enjoying food, and then, man, that looks so yummy. 好啦，我们已经远一点了。下雨了，帮你们收起来。See you.